真棒，你九十高龄一般都穿不出来，现在。别打了啊！杨老师骑自行车来的啊！杨宇啊，从乐坛骑自行车来到这儿啊！骑自行车来的啊，那不近的。一般六十多岁骑自行车不行，我老了，全是九十多岁的。这是咱们陈氏太极拳的骄傲。没错。他这劲头一看比我大不了几岁啊。一样呗，我还不到七十，这都九十了。人民大侠，你都吃住。一般这个年龄走路都如履蹒跚，能走上就不错。这打拳，这太难了。连珠炮，九十多岁高龄打连珠炮。哎，对，往后点，小心撞上。笑的，这哪里笑的？注意了，要倒退三十年，什么样？知道。一般这么大年龄，搀着都不敢来了。同时立立，两脚同时立立。黄河三角水。有不信，到跟前试试。没来，他怎么没来啊？来了。哪呢？有啊，来了啊。哎呦！这家来了，这圈来了，太棒了！昨天我给大师打电话，他没在家。是吗？谁敢不缺席啊？希望大家九十岁的时候都到这儿来表演。哎，五十年以后咱们再相会。大家都来了。